搁家呢，嘎嘎。你干啥来了，小九？我这不听说你家卖猪了吗？我先来给你庆贺庆贺。庆贺啥呀？这养猪都养赔了。赔了那玩意儿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的，怕啥的？年纪轻干呗。不是你干啥来了你？啊？那啥，我寻思你这卖猪的，你这终身大事你不得考虑一下子吗？来打听打听。哈，那赶趟不着急。那不着急，你不得有目标吗？那个目标吧，目前不就是没有合适的吗？啊，没有合适的。不是你别老这往这挤，再挤我进柜了。那你想找啥样式的？我听听。想找啥样式的？最起码也得想像那个春东头小七那样式的。那人家棉花有主了，那你也找有夫之妇，你不等着耐揍你吗？那玩意儿。我是打个比方，谁说我要娶小七了？啊，我觉得你这比方就好比就好像说我呢，我俩长得一样一样的。嗯。那老大的，你看今天外天挺好，咱俩溜达去。我不去，就是不太得劲儿。就拿着你那小红本本、小身份证呢，咱俩去溜达去，走。没有户口本那个。主要不小心一下填到坑去了，完了那身份证丢了。没事，人去就行。不是，那哎，干啥呀？领证去。不是，这领什么证？我说相中你了吗？我相中你。不是，哎，我现在可一屁眼的机会了，你这么抱大腿可不行啊！你是抱一下机会了，这可是啊，哎。要人就行。哎。不是你，哎，我这，哎呀，哎。